周海媚定居北京住豪宅，56岁养六只宠物作伴，坚持不再婚不生育。3月27日，据港媒报道，周海媚近年定居北京住豪宅，不想再结婚也不想生育的她，养了很多宠物作伴。周海媚虽然很少拍戏，但活跃于社交网上，不时分享日常生活动态。曝光的最新一段视频中，她在家吃火锅。只见她穿着紫色外套出镜，头发随意扎起，脸上戴了大大的眼镜，打扮居家范十足。已经56岁的她，身材略显发福，但不臃肿，状态还是很不错的。她胃口非常好，大口大口吃肉。仔细观察，她身后挂了很多狗狗的照片，照片中的狗狗似乎是她的爱犬。事实上，周海媚一向很喜欢小动物，一开始在家养了两只狗狗。他觉得还不够，又养了两只猫咪，分别叫如意与来来。之后他还养了刺猬。刚过去的冬天，他在花园捡到一只兔子，爱心爆棚的他立马收养回来，并改名为吉祥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一共养了六只宠物陪伴自己，难怪他单身多年也不愁寂寞。据悉，周海媚的豪宅足足有上万尺，面积非常宽敞，装修有格调。之前他曾拍视频公开住所内景，可以发现他给爱犬们设置了专门的房间，房内拥有给狗狗做 SPA 的透明浴缸，设备可以媲美宠物店了。至于感情生活，现在的周海媚似乎已提不起兴趣，坚持不再婚不生育，把所有的爱都留给宠物们。